嗯，对，一样的。我手都放上去了，他在我前面，他就是在我前面。吉林公司可以解约了，可以解约了。我有点难过了，没有演艺事业了。刚才用我的成年人的一种理智，我摁住了字，我觉得只是一个 just a game， 现在我觉得是有些针对了，是不是？所有的剧播不了了，播不了了，播不了了啊！什么冰糖对雪梨，冰糖对草莓都播不了，你将为这两颗草莓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好，我抽一个惩罚牌，我们就先玩到这，要准备了啊。好，我抽，嗯，张新成帮你抽吧。 别，不，我不能这样。真心话自由出题，要张新成给出道题，我来真心话好不好？好，刁钻一点。我想想啊，真心话呀，嗯，现在你很为难。 第一呢，为了节目效果，你得问一些刁钻的，对吧？对。第二呢，有确实你已经伤过我。其实你就直接问，今天这个游戏对我的前途有影响。<笑>如果我转行的话，何老师的手会触到我的公司。反正你不在这圈子混了嘛，你怕得罪他干啥呀？咱不干这个了呗。我想起我其实我已经想到了。你想到了以后要干嘛了是吧？<笑>要转哪行了是吧？你想到了什么？你说。 好，那我就问了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何老师，你直过发吗？我觉得这句话在内涵我。<笑>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！你是说，何老师，这情况是应该哭着喊打白事？不是。 是因为我在想以后我去哪儿能直到这么好的效果。直接已经默，他已经默认了，都已经给。我现在要到哪才能说出让大家觉得我是没有直发的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因为观众都不能近距离的看，你近距离看问了这个问题，不是？现在我百口莫辩。 是这样的，新城，你这个问题非常之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，比如说如果我的头发，比如说真的是直的，我会觉得被你就是冒犯到，有被冒犯到。那现在呢？是我是不是直的？我是自然的头发，你好像是觉得是在夸奖我的头发很浓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但是呢，你在内涵说以我的年纪，对，应该就应该秃了，是吗？为什么会还有头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，好像你们。 该给谁打电话呢？嗯，我觉得雅琼姐，<笑>完了，直接找我们老板，<笑>找老板雅琼姐，艺人培训各方面还是要加强，<笑>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艺人培训是可以花时间嘛，但是如果没有培训好，就先不要放出来。哎，这太重要了。<笑>